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魏礼安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温真玲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姚崇耀。今天是来拍我的 MV， 不用告诉我跟这样好吗？然后我就是再度的扮演鹰眼的角色。我刚刚已经吃了便当了，所以今天应该差不多了。我们在里面饰演的是算是交往的，应该有六七年左右的情侣，因为一次很大的争吵，他没有留下我，所以我就继续向前走，他还停留在原地。我就是里面那个一直走，一直错，一直错。但你的戏份真的蛮重的，我记得。对，就是一个蛮失意的一个音乐人，然后有一天就看到你家站在台上，会很羡慕这样子，然后自己一直停留在原地。那个钢琴手，就是电话都打不通，对，然后。老板跟你在讨论说怎么办，然后这时候全家就会上来说我可以，那我觉得老板可以看他一眼，然后让他说那就他来吧。哎呀，没接，没有，跟乐团。音乐，以前有，要不然就试试看吧。对，现在也是这样。蓝戏的演戏，没有，从来没有演戏魂，演戏还是交给专业的，我还是当灵眼就可以了，拿便当，拿便，负责吃便当。可是你刚刚感觉演得很开心。刚刚吗？很有层次，很好玩。真的吗？真的吗？对，被称赞了。千万不要说出来，不然他们一直叫我演。不行啊，我真的不会演戏，不会。但演 MV， 你觉得演 MV 跟演真正拍戏哪个比较困难 ？MV 就是要跟对歌手。其实两首歌的感觉都是比较感伤，有点忧伤的。但第一首我的感受会更强烈一点，有点像是刚刚结束恋情，然后似乎这个另一半转头离开之后，他就再也不回来了。这样好吗？这首我的感觉是比较接近已经分开比较久的时间，然后依旧会很想念这个人。听完这样好吗？就觉得写这么好，这样好。好，谢谢大家。拍完了。写这么好，这不用告诉我。哇，这歌词写得好好，谢谢。比如说，就是三更半夜回忆袭来，今天早上我们刚拍了一场，相遇，然后音乐一放，就一句话就把我带进了雨季，就那种感觉就，哇，真的好有，就是旧情人见面，就把雨季又来，这样好吗？彼此不为难，你三更夜半回忆袭来，说好不遗憾，说再见好难，不管多委婉，不满成全心酸。谢谢大家，请大家多多收看这两支 MV， 谢谢真玲，谢谢纯耀，然后请大家多多支持，谢谢大家，我们是 SH， 不是 G， 谢谢大家，下次见。收工，耶，谢谢，收工啦，耶，很开心又可以担任维里安的 MV 的灵眼，很开心，下次还可以找我当灵眼哦。